鲍斯高他是将成圣年轻化、青年化，可以说是对教会最大的贡献。如果问一问鲍斯高怎样将圣德青年化、年轻化呢？其实鲍斯高有几个很好的提议的。第一，做圣人应该很开心的，这个世界谁不喜欢开心。鲍斯高说，成圣不是苦埋抛腮的，成圣不是愁眉苦面的，成圣是开心的。我想这个很吻合青年，是吧？青年过都喜欢开心。第二，鲍斯高说，成圣不用做很多黑己的，不用做很多什么补赎啊等等，最重要的成圣就是尽好每日的本分，开开心心做好你每日应该做的事，这个就是成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。第三，鲍斯高也说，成圣不需要长时间祈祷的，青年必得闲必有这个忍耐长时间跪在祈祷，祈祷短但是多次，短多次青年得的。鲍斯高很强调那种念短诵、念短经，这个谁不得呢？第四，鲍斯高说，成圣有两个支柱的，就是热爱圣体、孝爱圣母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重要的两条柱。这些不是说很难做的事来的。最后，这个鲍斯高说，成圣就是懂得去关心身边的人，去做一个好的榜样，带其他的人来到走近基督。但是会早走不等于呢他的精神离开。我很希望强调呢，会早今天来呢，其实是再次提起我们这个成圣的心愿，这个是他最渴望的。我们步舞他的方中，我们听他的指引，圣圣是可以的，圣圣是应该的，圣圣是在我们来讲是绝对做得到的。我们今天应承会祖鲍斯高，我们跟他这个指示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什么年纪，我们一样可以去成圣。我们就是照这个教区的提议了，成圣自己，圣化他人，最后一定能够转化世界。